哪一个东西是谁的？你那个小的什么东西？一首歌来宾妹妹是谁的？是不是弟弟要喝的？那你跟婆婆说，是弟弟的，请还我好吗？弟弟是我的，还我的好吗？还我好吗？这是我的呀，我也要喝当，我也要当 baby 耶。那你们要不要轮流当 baby？啊，婆婆当一下，弟弟当一下，好不好？不要不要。那就我让我喝一下，好不好？不行。那我的嘛，我要喝了，我要当宝贝了。不行。你为什么抢奶奶的嘞？有了呀，婆婆给你拿，对不对？在你手上了，好不好？好了，好，婆婆给你了哈，下次就说。刚刚怎么了？奶瓶里有奶，那给你个真的奶瓶捏捏好了。好。那婆婆去泡，婆婆要去泡泡泡奶瓶捏捏。你要喝真的奶瓶奶奶吗？你现在变小小，你变这变不是肯德基的小孩了耶。那你要不要喝真的奶瓶奶奶？晨晨不开心吗？啊，晨晨，你是不是不开心？啊，为什么打滚？你为什么打滚了？奶瓶念念在你手上啊！婆婆还你啦，哈！那你就拿那个啊，它等一下就变刚刚的，好不好？